我跟你讲，四十分钟也挺难的，因为这么多虾呢，你知道吗？我天哪！剪刀呢？没拿剪刀啊？没有给我们准备剪刀哎，剪刀哎，剪刀哎！用刀吧，用刀吧。剪刀要掏眼儿的，你知道吗？尾巴都快被我扯断了。哎呦，这真的剃不完呢。那你这样吧，我去后面那个酒店给你借一个去。我现在先把针做了不就完了？你就剃。淀粉。没淀粉。没淀粉？我看他们那边有没有。你来干嘛？我看你们这有淀粉吗？没有。这没有淀粉。走开走开，没有淀粉。哎，死开！这不是淀粉，这不是，这是不是，这是不是，这是不是。